下个月的普通话话剧比赛，我拣了这三个剧本。我个人觉得《西游记》不错，很有发挥空间。《西游记》不错啊，很励志，也很刺激。对对对，我记得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，被孙悟空圈粉，太帅了。你是因为做孙悟空那位演员生得帅吗？说明先啦，我不做猪八戒的。总之，我赞成《西游记》，我也赞成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分配角色啦。喂喂，不是说分配角色咩？来啊，做咩啫？好咯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哋猜包剪揼决定，赢咗嗰个人拣先。做师傅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要做孙悟空，那我做沙僧好了。唉，最不想做猪八戒嘅，偏偏就系我做。哎呀，猪八戒都几好啊，天蓬元帅，好多人恨都恨唔嚟噶。但系，我哋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快啲揸紧时间开始练习啦。唐三藏带着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，师徒四人赶赴前往西天取经。没多久，他们觉得热气迫人。师父，你热吗？好像越来越热了。糟了，这个地方这么热，还寸草不生，哪里去找野果给师父充饥呢？充饥呢？充饥。不怕，师傅，这里这么热，待我被烤熟以后，你就可以吃我身上的猪肉了。胡说，难道你忘了当初为师要你恪守规条，出家人不吃阴肉，罪过罪过。咔，师傅，汉字入面有些字形状基本相同或者相近，但是偏旁部首的笔画有些不同，一个不觉意就会将官你带，读错晒啲音噶啦。例如恪守，不错把恪当成是格式的格。昏肉，你把昏当成是晕倒的晕。唉，要用普通话读台词已经好难，仲要读文绉绉嘅古代台词仲难。系咧，不如我哋换个第二个剧本啦。你哋觉得点啊？西游记的对白的确有难度，那好吧，改成人鱼公主好吗？人鱼公主都几好，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好嘢，终于唔使做猪八戒啦！人鱼公主的话，只要唔系做巫婆，我做咩角色都得。咁我哋今次点样拣角色啊？抽签啦，拣到最长嗰、那个。就话事，最短嗰个就冇得拣。好，来吧。耶！我最长，我要做主角人鱼公主。我第二场，我做王子好了。那我选人鱼公主的姐姐。点解？点解又系我冇得拣？明明就系我最唔想做巫婆，但系偏偏又系我做。巫婆都几好啊，演技有得发挥，正派角色睇唔到演技嘅。那我们赶紧去排戏吧，走吧。姐姐，我爱上了人类的王子，怎么办？妹妹。我知道海的深处住着一位巫婆，也许她有办法，你去问问她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出发。请问你是巫婆吗？不，我是巫师。我
这次来是有事请你帮忙的。来找我的人不是为了金钱，就是为了爱情。你说你是哪一种呢？我想挽回王子对我的爱，我好像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康，公主，病入膏肓不是盲目的盲。留意，方字是这样写的，这个是个盲字。另外，搬回，搬不是木字旁，木板的板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善和沾。赡养费，瞻前顾后。富和薄，束缚，拼搏。唉，估唔到，原来人鱼公主嘅普通话版都咁难。系咧，咁不如我哋换个第二个剧本啦，仲卖火柴的少女侠，对白又唔多，而且我哋可以集中火力练习啲普通话对白嘛。也好，不过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有什么角色呢？等我睇下啦。有主角小女孩，小女孩幻想入边嘅祖母，买火柴嘅客人，同埋虐待小女孩嘅父亲。嗱，今次我打死都唔做虐待小女孩嘅父亲啦。今次一于就转水樽啦，转到边个就边个做。不过你今天运气这么背，可能又会是你。所谓熟能生巧，即是想要掌握某种技巧，就必须勤学苦练，无惧挑战。大家不妨接受今集急口令的挑战。针针绣锦枕，绣枕用金针，双蝶枕上蒸，牡丹看似真，妙手舞金针，锦枕送亲人。针针绣锦枕，绣枕用金针，双蝶枕上蒸，牡丹看似真，妙手舞金针，锦枕送亲人。